杀了敌人，首先你要封我为你的首席贴身宫女。第二，绝对不能做任何败坏我名誉的事。第三，绝对不能用我的身体去做我不喜欢的事。我答应你。终于被达喜了，儿臣会把姬家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拿回来的。若是大王有个好歹，哀家一定拿你试问。大王远一点，否则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宫的厉害。寡人决定，御驾亲征。无论你的决心是什么，我达喜都不后悔。